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阿丸公顶嘴，我是中山大学气管系的教师佘建元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继续讨论基础经济学所会用到的数学技巧。基础经济学所会用到的数学技巧，我们今天呢所要讨论的概念呢是什么是斜率？哦，斜率这个概念呢，相信哦很多同学呢哦在国中或高中的时候也碰到哦。当在我们国中的时候讲什么是斜率的时候呢，我想大家应该都有概念哦。那时候呢，可能老师是用一个线性的函数哦，比如像 y 等于 ax 加 b 哦给大家，然后问大家哦，在这个函数 y 等于 ax 加 b 的时候呢，斜率是什么？哦，那时候可能大家会搞混呢，到底是斜率是 a 还是负 a 还是负 a 分之一还是 a 分之一哦，非常的混乱。然后，那你可能会觉得说啊，斜率这个东西吗？啊，就是我解数学式的时候，或者说线性函数的时候，老师考试考你用的东西哦。可是呢，我要跟大家说，这个斜率这个概念呢，在我们描述哦市场的时候呢，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哦，它其实会有点帮助，然后也有点帮助了。那帮助在什么地方呢？通常斜率在讲的是什么？如果我们用比较生活的概念来说，它说的是什么呢？当某个自变数 x 增加一单位的时候呢，应变数 y 的变动会是多少？哦，以我们上一讲讲的哦，房屋距离捷运站越远，房价会越低的这个例子来说，这个斜率在讲的是什么呢？在讲就是说，譬如如果你房子在捷运站的旁边，房价比其他地方高出大概 8%， 斜率在讲的意思就是说，当你房屋距离捷运站每超过100公尺的时候呢，这个呢房价会下跌 1%， 这个东西呢就是斜率。你看这样讲就比较清楚，那这个东西当然重要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可以用数学式去描述出一个房价呢，房子距离捷运站的距离跟房价的关系，你用一个线性函数来表示，那这个斜率就是你将来出去买房子的时候，你去看人家跟你宣称哦，房屋距离捷运站哦，说是捷运站周边，就一算哇，距离800公尺啊，你这个一算哦，你知道斜率是每离开100公尺降价 1%， 你就会知道他在唬烂你的嘛。哦，离开800公尺的时候已经跌到跟周遭一模一样哦，所以斜率这个概念呢，其实在帮助你了解这个变动率啊。通常我们在谈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假设其他变数或其他条件不变，然后这样比较清楚明了。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呢，当某个自变数 x 增加一单位的时候呢，应变数 y 的变动会是多少？哦，那我们一样呢，哦，那刚刚我们的这个例子啊，房价跟这个房屋距离捷运站的这个距离，假设是一个线性关系，那我们说斜率是什么呢？斜率就是说，哦，你平均哦，比如像你今天从 x1 跑到 x2， 房价从 y2 跌到 y1， 那你知道这个是线性的哦，所以斜率就是在讲说呢，平均每增加100公尺的时候，房价跌几 percent， 对不对？所以你就可以把它写成这个样子哦，这个上面是 y 的变动，底下是 x 的变动哦。房屋呢，距离捷运站本来是 x1 哦，移到 x2， 那房价从 y2 减到 y1， 所以你就用 y2 减掉 y1 除以 x2 减掉 x1， 那你就可以知道那个变动率。这个变动率就跟你讲说，房价呢，房屋离开捷运站每离开每移动哦，每移动哦，距离越远超过100公尺或超过1公尺的时候呢，哦，你也可以这样说，平均超过1公尺的时候，房价会下降多少 percent， 这个就是斜率的概念。希望这样解说呢，能够让大家更为清楚。好，我是气管系佘建元。好，我们下次见。